舍身，这礼物化作活存的心灵，幸福是接受和活出这礼物的真谛，教我学习爱到同时就如遇见主。人一生醉如干，艳阳纵使多耀眼，如若没爱，仿佛天空阻隔了光线的障漫。清洁净我心眼，长留着爱的恩泉，清澈璀璨。是一个星期日， Bertha 和女儿 Lamy 来到温哥华一间天主教堂祈祷。不过在好几年前，他们两人完全没有宗教信仰。当时 Bertha 是一名典型的职业妇女。我其实都做了二十多年事，就最主要呢，我都是跟人事的工作有关系。我最主要呢都是一些银行啊，財務公司啦，咁都係好忙咯。咁我記得我朋友都笑我咧，即係嗰啲水喺我手指打啲時間咧都淋唔到出嚟嘅咁樣。咁變咗咧喺工作上我係用咗好多時間，好多時都開 OT 啊，星期六星期日有啲嘢翻屋企做啊咁。當年埋頭工作嘅 Bertha 同女兒嘅相處時間已經非常有限，更加唔會去接觸佢當時唔感興趣同認為不切實際嘅宗教信仰。好多傳統的中國思想都說冥冥中有個神靈啦，我都相信的，但是又好像很多人這樣想，就說敬鬼神而遠之，就覺得那件事呢是即你人是不可以明白的，所以即問來都沒用啦。這樣就是這樣， Bertha 忙碌地生活，完全投身於工作之中，直到有一天一个消息打乱了他的人生计划，亦永远改变了他的生命。其实我自己很谨慎，亦都很注重健康啦，所以其实呢我人家都一年验一次身，我九个月就去验一次，咁都是其中一次验身发觉到有个肿瘤咯。我突然间觉得很迷失，因为我觉得我平时即系咁有效率啦，想做很多嘢啦，咁原来哇突然间可能都要走啦咁样。咁覺得就真係唔知望嚟望去，好似為咗乜咯，即係好似冇乜意思，好無奈嗰種感覺咯。到咗嗰一刻 ，Bertha 先明白到埋頭工作嘅代價。只係喺工作方面咧，仲用曬我大部分嘅時間。咁變咗我同個女嘅關係咧，其實都幾疏離嘅。即係除咗話平時去個飲食啊，傾下啲即係表面嘅嘢之外咧，冇咩深入大家可以傾到咯。因為爹哋媽咪都很忙，所以就星期六日就會一起見面，一起行山，一起吃飯，做些好即係平常家庭會做的事情，但是就講下再深入一些的事，例如即係點解我哋會存在啊，點解生活係有什麼意義啊，那些就真的冇，完全冇不會講，都不會想起是一個話題。而女兒 Lamy 當時亦不知道怎樣面對，她回想當時的情形，原來媽咪患病是她們兩人心態改變的契機。那時初頭都是好像一個旁觀者這樣看，因為那時因為太突然這個病都其實沒有真真正正有消化發生什麼事，但 是你是過多幾年想起才知道，原來一個就是令到我們開始在想關於信仰的問題咯。因為癌症， Bertha 的心靈和身體承受從未有過的痛苦和迷失，然而她卻在這個幽谷中和天主第一次相遇。入醫院做完手術第二天，我有個朋友來探我，咁呢一個廿幾年嘅同事，又唔係話熟得好緊要，但係即係佢又對我好好。咁佢一路拎啲湯水嚟俾我飲啊，咁
咁嗰日第二朝早咧，我都蒙查查，因為啲嗰啲麻醉藥都未降，咁佢就記得，我就記得佢同我講咗輕描淡寫講咗句咧，係 Bertha， 佢如果你好唔舒服啦，或者唔開心嗰時咧，就同天父祈禱啦，祈乜都得噶咁樣。咁但係我當時聽完佢咁講咧，其實我跟住我都唔記得啦。咁因為我做完手術咧，就開始做化療啦。咁我記得我係第二次定第三次噶啦，咁應該都過咗兩個月起碼噶啦。咁嗰次做化療咧，就因為通常做化療嗰個反應咧，就係做打完針嘅第二日咧先係最犀利嘅。咁嗰日咧嘅朝早，即係第二日嘅朝早咧，咁我發覺咧我已經痛咗成身好耐好耐啦。咁最痛咧就係兩個手臂，咁兩個手臂痛到咧好似係俾人用斧頭剁咗兩隻手臂落嚟咁痛。咁我又嘔得好犀利啦，咁已經嘔咗成日，咁啊嗰朝已經日幾啦咁，咁所以咧水又飲唔到啊，嘢又食唔到，咁咧所以虛弱都好犀利嘅，即係我只可以瞓喺張牀度咧，係完全唔可以坐起身嘅，係暈到你好似喺個大海度浮沉咁咯。咁當時咧我就先突然間醒起，我哎呀我呢個朋友咧叫我祈禱喎咁，咁我當時嘅心態就係、咁如果天父喺度，唔喺度嘅，咪當我發瘋咯，係咪？如果真係喺度嘅，咁都冇壞啊。咁我就係咁樣嘅心情咧，就覺得就去祈禱啦。咁我就第一句咧就話我：，天父，我要你真係喺度嘅話咧，我話你可唔可以咧，將我手臂嗰啲唔舒服咧拎走啊？咁即係拎走我手臂嗰啲唔舒服啊？咁我記得咧講完嗰個唔舒服喺我個口唇邊嗰時候咧，咁嗰一秒鐘咧就我嗰兩隻手臂嘅痛咧係完全痛咗幾個鐘嘅頭咧，係完全就好似生心機咁一扭就冇咗啦。咁我哇好神奇啦！咁我就即刻又祈求第二個咯喎。咁話天父，我話我咧就已經嘔咗好耐啦。我話即係嘔得好辛苦，黃膽水都嘔埋，我又飲唔到水。我話你可唔可以頂我？頂我唔好嘔啊咁樣，咁天父咧又係即係隔咗我諗即係一兩分鐘啦，咁就好似 B B 咧飲完奶咧俾媽媽拍背脊咁啦，咁一聲咧就跟住就唔作嘔咯喎，咁我跟住即刻求第三個願望啊，咁我話天父，咁我你可唔可以俾我有少少氣力咧，坐得喺牀度叫個幫手咧煮啲嘢俾我食，因為我真係已經好耐冇食嘢。咁又係咧喺我諗兩分鐘、三分鐘嘅時間之內咧，我真係竟然可以坐得起身，咁就叫個幫手咧煮啲粥水俾我食啊咁樣。咁我當我坐得起身嗰時咧，哇！我震驚得好緊要咯。咁我同姐姐講完之後咧，我就即刻第一個電話咧就打去邊叫我祈禱嘅朋友。咁我就話：喂，我話你哋信教嗰啲係咪咁噶咁樣喎？即係咁，即係講乜就有乜咁樣嘅。咁但係我朋友咧就好平淡咁講，佢話：咁你繼續祈禱啦。咁咧呢個就係我第一次祈禱嘅經驗咯。喺一段時間後 ，Bertha 嘅癌症得到控制，能夠出院。喺 Bertha 嘅生活重回軌道嘅時候，另一個突如其來嘅消息令佢喪失繼續積極生活嘅信心。其實就嗰時我去學氣功嘅。咁識咗一個氣功嘅朋友啦，咁佢咧就三年前咧患咗同我一樣嘅癌症，咁我見到佢其實梗係好開心啦，有個活生生例子喺度係嘛，咁有日翻學咧，咁佢同我講個 Bertha 個醫生同我講，今朝咧就話我癌症復發咗啦，去咗個淋巴咁，咁我當時聽到呢個消息咧，真係好驚咯，因為即係好似嚿大石咧砸咗落嚟，因為當初好有信心啊！見到佢過咗三年啦，咁過咗三年，其實個即係應該個處境都好咗啦。咁因為佢當時同我講咧，個醫生都同佢講咧，復發個機會好微嘅咁。咁我呢個朋友咧，其實冇幾耐，後來我諗都過咗一年到咧，都走咗啦。咁所以咧，當時個心情真係好差咯，即係我覺得即係跌到落低點啦。咁我喺學完氣功之後咧，咁我就翻屋企。咁我搭車嘅途中，即係車程咧，其實係七分鐘到嘅啫。咁因為心情太差，咁我喺嗰、那個坐 van 仔嘅期間咧，我就其實唔係祈禱，我係同天主好似發牢騷咁。咁我天主話：你睇下，你教我點樣可以positive thinking 啦，即係樂觀去諗啦。
但是估不到再次处于低潮的 Bertha 走入一家天主教堂，天主再次告诉她她确实存在，并显示她对她的关心和爱护。这个圣堂的门口就是由最尾那里入的，那天一样，那我入到去最尾的行，那我就想坐下去，那谁知道有把声跟我说不要坐这里，行前一点。那我下意识行前两行，那谁知道那把声就在个心里弹出来，不要坐这里，行前一点。那当时我就很生气，咁我就企咗喺个冷巷度，哇！你而家已经心情差得咁紧要啦，即系你点解仲要拣位坐？咁我企咗喺度咧闹自己嘅。咁但系嗰把声咧，仍然讲唔好坐呢度，行前啲。咁嗰把声咧，我点样形容呢？即系以前我未试过听过咁把声啦。但系佢唔系你真正听到，系耳仔听到嘅声，而喺呢个心度咧，好似心脏病发咁嘭出嚟，你系唔听唔得嘅。咁啊，因为咁咧，我就一路行到圣堂的最前面，行到圣体柜的前面的第一行，这个圣堂很大的，它有很多位，总之第一行就坐下去了。坐下这一栏的座位之前呢，我都没有看的，没看看有什么东西。我一坐下去之后呢，就发觉我坐了一张凳的前面那个柜那里呢，就有一本书仔，很小本的，几张纸。咁因為呢個聖堂咧，平時咧就好乾淨嘅，乜都唔擠嘅。咁我就好奇怪，我點解呢個聖堂今日會有份咁嘅嘢咧？咁我就好下意識咧，就都八卦拎出嚟睇下啦。一睇咧，原來嗰個書名得兩個字，就是英文嚟嘅，就是 positive thinking。咁咧即係樂觀去思維咁樣。咁我第一個動作咧就周圍去望周圍嘅位啊，周圍都冇呢本書喎。咁我咧就當時咧就揭睇呢本書啦，咁咧原來都係從天主個角度咧，點樣教你咧係去睇呢件事，點樣去樂觀去諗。咁我睇完之後咧，我直情覺得咧呢個大石咧，我就將佢劈咗落翻落地下啦，即係個心情回復得翻好多，同埋即係覺得好温馨咯，好平安。咁我後來咧離開聖堂嘅時候咧，我都特登咧去 check 完呢個聖堂，我諗都有成700至800個座位。是没有一个位置有这本书咯。在病床和教堂有两次奇妙的经验之后， Bertha 参加了天主教舞蹈班，但她仍然半信半疑。而女儿无意中的一句说话就令她下定决心要认真认识天主。因为我的女儿其实都完全没有宗教接触的嘛，但是呢因为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呢，其实她都知道了。她有一天跟我说，她说妈咪，在你身上发生的事呢，是一定是有个神存在的。那我觉得很奇怪咯，即为什么我的女儿没有宗教信仰，又即平时都是一个世俗世老哥饮食食，为什么会这样跟我说呢？那我觉得后来想回，我觉得是真的圣神呢是经他的口呢讲这番说话给我听咯。那所以呢就更加令我呢是好希望去上舞蹈班。其实嗰时都系因为佢病啦，咁我都系谂住啊，做女嘅就陪阿妈咪去上舞蹈班。嗰时都其实唔知系咩嚟，以为系可能啲上啲唔知咩堂，完全系冇谂到系同信仰系有关嘅。嗰时咧，有個伴啦，咁二嚟咧就覺得同個女嘅關係好咗啦，覺得個女都錫我啦，陪我去啊咁樣，同埋即係大家咧開始有得溝通，譬如聽完道理之後，咦好似呢度又唔好明喎，咁變咗係都好開心嘅事咯。Lammy 參加咗舞蹈班幾個月之後，亦由陪同媽咪嘅心態，漸漸同媽咪一齊體驗到天主嘅臨在。并将自己的心事和烦恼都交托给他。我记得有一次呢，就是在一个商场那里，我跟他逛街啦，我突然间说，我说蓝蓝，我说你听了舞蹈班这么久，定祈祷这么久，你有什么感受啊？这样。他就二话不说呢，就在那个商场那里站在那里，眼泪不断流出来。我就很担心，我以为他在学校被人虾啦。我说我什么事啊，蓝蓝，告诉妈咪听。我就记得他当时说，他
佢話原來咧，佢所有祈禱咧，天父咧每一次都回應佢咯。咁我覺得咧，天主真係打動咗佢嘅心咯，播咗個種子喺度咯。完成咗舞蹈班後 ，Bertha 同 Lammy 領洗成為天主教徒。佢哋對自己亦有完全唔同嘅睇法，即係覺得自己真係去咗一個新嘅境界咯。即係以前覺得自己咧係埋頭於好世俗嘅嘢，同埋喺人生嘅路上咧。是原來自己可以是有一個真理的標準去跟隨去做的，不是自己好像老鼠啊、盲頭烏蠅那樣撞一撞一下那樣，那個頭腦覺得清晰了很多。開始信之後呢，都第一就是發覺原來即有一個神啦，就一個神是愛我們啦，這個是第一個即學到的東西。第二就是當我們知道原來我哋唔係就係因為我哋依個一生諗法，我哋諗係長遠、係永久嘅睇法咧，就變咗即係你好多時，你做嘅決定啊，你行嘅方向啊，就會因為咁咧而改變自己覺得重要嘅嘢咯。領洗之後 ，Bertha 一半時間喺香港居住，另一半時間喺温哥華。Lammy 就決定離開本來就讀的香港大學，到溫哥華的卑斯大學繼續學業，很多時候住在姑丈和姑媽位於大學校區裡面的屋企。正如天主賜給 Bertha 的恩寵感動了 Lammy 一樣， Lammy 的到來都影響姑丈和姑媽更加積極地度過信仰生活。住在 UBC 原本是想著給小孩子近 UBC， 誰知兩個都沒有在那裡上學，那反而 Lammy 離了，咁就變咗係佢入咗 UVC 咁喺我哋度住，咁嗰陣時就我哋都當好似女咁樣咯。我仲有記得咧，佢係好特別啊！我哋有時夜晚黑姑丈話我哋一齊念玫瑰經好唔好？咁佢就好踴躍嘅，佢仲做大經嘅添。其實亦都係間接令我喺呢方面去追求，咁我亦都發覺原來係嗰個信仰方面唔單止淨係我哋信就得咯。同埋就唔係淨係星期日去教堂就可以，其實喺我哋作為一個天主教徒嚟講，嗰、那個 formation 同埋嗰個信仰之後跟進係好緊要咯。我都係覺得Eric 咧有好大嘅轉變啦，咁佢喺信仰方面咧亦都係幫到佢係譬如工作壓力方面亦都係有幫助啦。你覺唔覺得？好大幫助添，因為當你信的時候你就有交託，當你有交託的時候，你有壓力的時候，你就可以祈禱，那你反而不會即係自己個心理上覺得咩，呢方面都是在 Lammy 同埋 Bertha 身上可以看到。後來 Lammy 喺卑斯大學畢業，到渥太華的政府部門開始全職工作，但非常希望可以回去溫哥華同佢媽咪一起住，所以決定申請調回溫哥華工作。自己都想不到是會咁順利咯，係自己都想不到原來即係神你祈禱嗰時可以俾到一個喺一個咁突然嘅情況下咧，可以有更好嘅嘅計劃俾我。咁啊，竟然係唔使翻咗去渥太華一個月之後，竟然係可以翻嚟溫哥華咯。咁我真係覺得喺呢個情況下，即係覺得哇！天主真係照顧我哋，有時候我哋諗唔到嘅計劃，佢已經幫我哋諗定鋪定條路。我哋係要祈禱，仲要係信佢係真係會照顧我哋。Bertha 同女兒都認為留喺溫哥華居住對兩人嘅信仰發展都有幫助。而喺過去嘅呢啲經歷中 ，Bertha 更加認識自己。并开始用心感受天主的临在和祂的爱。我是发现了很多自己有很多盲点。现在当我去看回头的时候，我发觉原来我以前被有很多似是而非或者人云亦云的想法去误导了，令到我的盲点是越来越多。但是现在我的癌病告诉我，虽然神是摸不到见不到，不等于祂不存在。即好像等于我们觉得开心不开心，失落啊、失望啊，嗰啲系摸唔到、见唔到，但系唔系真嘅咩？即系同样嘅道理咯。咁佢个爱咧，令到我真系好感动啊，同埋好感恩。我觉得既然天主一个
全能的造物主，他不单止时时去听我祈祷，甚至发牢骚，他还是用实际的行动去回应我。因为经历过死亡边缘，最终获得信仰， Bertha 更加深深地明白到死亡和生命的意义。这个是即传统中国人啦，孔子讲出来的啦，不知生焉知死啊，咁样。但是呢，耶稣的来到世上，他死而复活啦，证明呢，死亡不是我们的终结，死亡只是我们永生的开始啦。耶稣的教导呢，就是未知死焉知生，即是你知道死后是怎样的，是你才可以付诸行动去达到咯。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合理。如果我们不去问这些问题，或者一些只是人先识的问题，去问的问题，我们不理我们的目的地是做什么的，那我觉得这个真是浪费了我们的时间咯。不知死焉知生是 Bertha 认识人生意义的一个注脚，而 Lamy 则从信仰生活中学习对天主的信赖。有时我们遇到的挫折啊，我遇到自己以为会发生的事，但没有呢，原来即天主是有一个更好的计划是给我们的，但我们要我们要自己的心要即要看开一点，才可以接受到天主给我们的计划。就很多时候是比我们自己想象中是更加美丽更加顺利，即自己都想不到可以这么好的。Bertha 和 Lamy 在信仰的道路上互相扶持，令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即我和男人的关系好了，因为为什么？大家看到大家同一条目的同一条船，我们一定要做到更好的天主的仔女。所以呢，我们那个共同目标令到我们都很清晰。很多事如果不顺利的时候呢，就需要学习怎样放下自己，就等是天主是入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还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怎样要静下来，就是要提醒自己静下来，你才可以听到天主想告诉我们。开心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天主怎样找到。Bertha 能够认识天主的契机是当时他朋友的一句说话，所以今日的 Bertha 都会好像他朋友那样，怀着热切的心去将认识天主的喜悦带给身边的人。其实呢，当我们感受到天主给我们爱的时候呢，那种爱是很震撼的。你知道伟大的天主是锡着你的时候呢，你是很催促你呢去跟我分享这种喜悦的，你是禁不住告诉别人那种希望啊，那种爱的感受咯。咁呢種唔係你唔會覺得係個負擔咯，而係你係好自然咧同人分享。而 Lamy 都知道歸依天主並唔代表以後都冇波折，相反佢哋會繼續攜手面對未來嘅考驗。我覺得即係信咗主唔等於要記住，即係唔等於係冇困難咯。就係好多人唔記得咗就哇，我信咗即係冇啦，點解應該全部嘢都信？不是，即都会有困难，但我们是怎样用这些困难来听到天主想我们可能带我们去另一个方向，去另一个看法，我们即要记住这件事咯。我觉得蓝蓝说得很对，不是等于信了天主就样样都顺头顺境。其实天主呢给很多东西困难我们呢，其实都是让我们可以做得好一点，我们更加懂得去爱别人。其实天主的爱时刻都临在在我们的生活中，但是人经常关上自己的心窗，让天主的爱无法进入。如果我们都好像 Bertha 那样愿意将自己的心灵重新开放，我们都会一样见到天主和我们同行的足印，亦都得到天主满日的祝福。正如圣经新约厄弗所书指，那光荣的父把智慧和启示的神恩赐予你们，好使你们认识他，并光照你们心灵的眼目，为叫你们认清他的宠召有什么希望。是谁为爱世人愿舍身？这礼物化作活泉的心灵，幸福
是接受和活出这礼物的真谛，教我学习爱到同时就如遇见主。人一生在收睇过这一集《生命恩泉》之后，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感受或者故事，欢迎你们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谈谈。愿天主降福你和你的家人，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青瓷璀璨。